崔总，我要请假去相亲。不必，公司高速发展期，谁也不能请假。本来我这身高就择偶困难，我不得趁年轻多多努力吗？有几分道理，终身大事确实要紧。把他相亲对象带来。你怎么和照片上差了这么多？为什么要骗我啊？我就喜欢你这样小鸟依人的男孩子。崔总，我们结婚了。去财务那儿领个红包吧。我不要什么红包，我要请假去度蜜月。确实，仪式感还是要有的。老公，好开心啊！崔总，这次无论如何你都得准我的假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老丈人五十大寿，他本就不待见我，这要再不去，我在老家可就真抬不起头了。这种小事用得着请假？您女婿鸡仔啊，可是我们公司的顶梁柱啊，公司发展全靠他呀。本事这么大，好。那是他业务繁重，我等同事只得带他向您贺寿了啊。同志们，叔叔好。大家吃好喝好啊。